后灯光我在哪边？好，所以就做这个。OK， 好，我再过来一点。再过来一点。OK。我们是用华语，用英语。中文。用中文 ，OK， 好。首先谢谢政委今天接受我们访问。不好意思，再来一次，可以。我就直接讲了哈。好，直接讲。Okay. 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呢，最主要是为了下个月我们会有一个台美关系特展来准备的，所以我们想先邀请政委跟我们谈一谈，跟美国在一起会 AIT 合作。抱歉，不好意思。因为政委，你是多层我的眼镜，我刚刚没有没有，不是不是，我借会有反光吗？对，还有个绿光。我可以摘下来，真的。我真的吗？真的。Okay. It makes your job easier. OK。嗯，好。真的吗？对。这样子会不会造成你会不会有不安全感？不会，当然不会。OK， 好。我闭着眼睛都可以。哈哈哈！太厉害了。并没有，可以了，开始。OK， 再一次那我们就首先先邀请政委跟我们谈一谈跟 AIT 的合作。是，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合作是在举办鱼客松，就是 Fish Hackathon 的时候。那当时我是担任评审。那我们知道鱼客松他关心的其实不是我们一般黑客松关心的人类社会，而是关心整个海洋跟这个地球的永续。那我就觉得说，大家在参加鱼客松的时候，不只是就经济上面或环境上面或者人文上面单一角度的切入，而是说 AIT 当时请了非常多不同领域，我刚刚提到这些地方的专家，然后一起用这个解题的方式，让所有能够参赛的朋友们都能够了解到在这个Global 的这个，重来一次，对不起，从刚刚那一段，我刚刚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当时 AIT 请了各个不同领域的专家，带领大家从社会的角度、从环境的角度、从经济的角度，一起去看渔业跟海洋的这整件事情，是一个非常有 overview 大局观的一个 hackathon。那台湾这边的团队，当然在我们这些还不错的评审的挑选之下，最后我们的成影团队也是获得了世界上的这个决赛的第一名。那从那个之后开始，其他相关的黑客松，像 NASA 的这个黑客松或其他的这些黑客松，我大概都有不管是参加筹备或者是给一些演讲，都是试着用这种刚刚讲的纵览全局的 overview 的这样子一个概念，是以整个地球作为整体以及整个 system 作为整体来对大家进行一些讨论。非常谢谢政委。那 AIT 即将在台湾满40年，明年就会满40年，那对于AIT 接下来的发展，政委这边有没有建议或是期许？是，我想大家对 AIT 的认识，当然很多时候还是像以前要办签证啊，那但是现在有 ESTA 了，所以这个部分呢，可能就不会是单纯只是办签证的工作，而是更多文化上面，然后以及大家同样在民主上或者是在创新创业上面的这些活动的交流。所以我更期待的就是说，在不管是台湾这边的一些创新能够解决这个矽谷的造成的社会问题，或者是矽谷的创新能够解决台湾这边的社会问题，在这样子实质交流的时候， AIT 都可以扮演一个平台跟一个串接者的角色。我非常谢谢政委。那我们是不是请政委这看个镜头，因为我们下六月份会有一个 dedication 的一个 ceremony，是不是跟我们讲几句勉励的话？ dedication ceremony 对，是那个剪彩，六月的剪彩，算是剪彩，剪彩，对，就是新居落成，但还没有，还没有真的搬进去，还没有，一段时间。那这段可能就不要太长，就是大概15秒左右的时间。那你希望我讲什么？乔迁之喜啊，也是中文这样子。对对对，中文就可以。其实这个英文也 OK。对，可以，因为我们把它剪成整个一个 combo 的那个 collection。乔迁之喜啊，或者类似的。OK， 看镜头。OK， 不要镜头这边。OK， 不要提到大巨蛋啊。OK， 好啊，那就，所以也不能说落成，它就是开幕、也可以开张、揭幕。落成也可以。落成是对。因为别人还不知道我们站起来搬不进去。OK， 就是40年嘛，那下一个40年。对对对。是，好棒哦，谢谢你。OK， 好。很高兴在 AIT 在台湾40年
的这个当下，我们看到 AIT 的新居已经落成了，我很期待在接下来的40年里面，继续在 AIT 的这样子一个新的地方，能够有更多的文化上面的、经济上面的以及各方面的交流。哎，要这样吗？我不会，我觉得很好，我觉得很好，okay, 很棒，很棒。那差不多了。那我们可不可以请您再就稍微多说明一点，就是说以一个数位立委来说的话，那希望在就是说AIT 能够不要说协助了，跟台湾这边有什么样的合作在某些 field 上面？是，请看。好 ，OK， 好，作为负责社会创新以及开放政府的政务委员，我们其实现在在使用的很多就是深化民主跟参与的这些，不管是概念或者是这些技术，都跟我们在美国的朋友有非常多的来往跟非常多的切磋。那在接下来台北这边也会在国际的创业，好比像说像 GEC Plus或者是其他的这些论坛上面，以及在数位转型的过程里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不管是一些国际上面的一些活动，或者是我们实质人员技术的双向的交流，我们都很期待 AIT 在这个过程里面能够帮我们找到 the right people， 然后呢一起来做 the right thing。 要这样吗？谢谢越来越锋芒。 OK， 谢谢就差不多可以了。 OK， 不好意思，我刚刚没问题，叫错了，没问题，没问题。这眼镜是几度？300。难怪可以这样子。对。另外，就您上次有提到说，我们那个就什么时候可以放 YouTube 上面？就是我们524就是开幕之后。开幕的时候就可以放。对，就请阿木这个。就是你就 unlisted， 然后自己 mark 一下5月24号。好，5月24号。不好意思，谢谢。